正确和错误的宣称是有天壤之别。市场上似乎每一样产品都有着产品的安全标签，列明或者是声明产品的原料成分、营养价值或者是营养指标等等，以确保消费者可以安全的选择和使用该产品，以增加对该产品的信心。在这产品安全的这个标签还没有成为条例之前，有些没有公德心的制造商虚报产品的配方，大肆的宣扬产品的营养成分和他们的成效，许多时候他们所宣称的是没有凭据的。同样的，你对某一个人或某一件事情所做的宣称，你有没有十分的把握呢？你有没有十分的证据呢？弟兄姐妹们，朋友们，主日平安，欢迎你收听门夜更新请信会2016年6月5日的主日正道。今天的经文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约翰一书1章1节到2章6节。正道的主题是宣称。在这段经文是关乎宣称，这有好有坏的。三次在这经文上，使徒约翰三次的这么说：如果我们说和凡事说，这就是关乎我们所做的宣言或者是宣称。作为基督徒，我们的宣称是耶稣是真理。使徒约翰在这里做个人和确实的宣称，他说耶稣是从太初就有的，第一章第一节。他在约翰福音一章也是如此的宣称，耶稣在太初与神同在，他就是神。那我们来从几方面来看。第一方面，使徒约翰宣称这太初来的是以肉身来到世上，他的宣称和当时希腊人和罗马人的教导有所相，或者是他们所相信的有所抵触。原来他们包括这些假教师、假基督徒，相信神就是耶稣基督是不能创造肉体的，或者是物质，更谈不上他是肉身的。他们认为耶稣是呈现在肉体上，而且这是一种幻觉而已。但是使徒约翰坚决地反对他们的观点。使徒约翰和耶稣的门徒们都知道主耶稣是有人一般的躯体，是他们亲眼看到又亲手触及到的。耶稣和门徒们同起同坐，使徒约翰并不会忘记在罪恶晚餐时请着身子靠在耶稣的身上，也不会忘记耶稣在克西玛利亚的三次痛苦的祷告，也不会忘记耶稣在遭受罗马兵的毒打，肉体上所受的创伤，更不会忘记水和血从钉在十字架上耶稣的肉体流出来，还有使徒多马亲自的用手指
插入复活后耶稣的钉痕和他的耳旁，这些都完全的说明耶稣是神也是人。在第三节，这是使徒约翰和门徒们所看见的和听见的铁一般的事实，也是他们确实的见证，所以他们毫不保留地向我们宣扬，凡相信这生命之道，也就是主耶稣基督，在主内我们彼此相通。我们相信使徒约翰和门徒们的宣称，我们也就相信生命之道就是耶稣基督，这是真理，我们与他相通，与圣父圣子团聚在一起，永不隔离。而这相通不在乎于国际、肤色、政治、文化背景，不分贵贱、贫富等等，这完完全全的，我们可以完完全全的与那三位一体的真神一致的融洽在一起，使我们的生命在真理中喜乐、欢乐，有喜乐和充足。那些不相信这真理的，也就是耶稣是神是人的，我们不能与他们相通，生命和死亡相通与隔离，光和暗是一线之隔，在乎于我们对耶稣基督正确或者是错误的认识。那正确的认识是与真理有相通，那正确的认识可在和神在一起，有那永恒的生命。我们宣称主耶稣基督是生命之道，从太初与神同在，他就是神。那你呢？第二方面，他们在这里，使徒约翰指的是那些不追求真理的，他们宣称他们没有罪恶，他们俯视他们自身的罪行。因为当时盛行的说法是躯体只是人的外壳，真正的我是灵，所以肉体所行的不是真正的我在行事，所以他们不必要对肉体所行的一切负上任何的责任。他们找各种各样的借口敷衍他们的罪行，更一口咬定他们没有罪行。他们宣称真正的我是被求赎的，不关乎罪行，他们在世上的罪行就如世界一般，甚至更甚于世界人所行的罪恶。他们口口声声地说或者是宣称自己没有罪，因为罪他们的生命中起不了作用，更不能使他们与神隔绝。简单的说，当我们口罩谣言，我们眼见色听变，我们收纳别人的东西，我们有淫乱的念头，这些都不是罪恶。对他们来说，这些是肉体驱使他们行，不关乎他们的灵。使徒约翰在这里用两个字来形容他们这错误的宣称，就是自欺。第八节，那你呢？你是否也同他们一样呢？只宣称你的肉体在驱使着你所行的罪恶呢？第三方面，
我们宣称神是光，第五节，在他里面毫无黑暗。神是公义、圣洁和完全的。我们相信，我们活在光中是有生命的，和我们所宣称的是一致的。所以我们活出有光的生命，这就是见证主的光住在我们里面，表里合一。我们以行动作为我们宣称的盾牌。有些教徒他们宣称认识主并且得救，可是在他们的生活中活不出被得救的生命，活不出被得救的生活，他们依然活在黑暗中、罪恶中。对这样的教徒，使徒约翰在第六节说他们是说谎话的，也就是他们的宣称是假的。他们宣称他们是基督徒，与神相通。使徒约翰说，这是不确实的宣称，是没有真理的。使徒约翰在第七节这么说，我们若行在光中，像他在光中一样，就彼此相通。这也就是说，我们活出我们所宣称的，我们的生命就是我们活生生的见证，光在住在我们心里面。那些伪冒的基督徒呢，宗教士，他们假仁假义宣称，也彼此相通团契，他们对所行的恶彼此忽视，彼此容忍，彼此包庇。他们宣称不合乎他们的生命，他们惧怕真光，因为光在黑暗中照亮他们的恶事。他们惧怕他们所宣称的假义、虚伪的行为被真光照亮，而被人看出他们的假面貌，所以他们远离，甚至丢弃在光中真正的相通和团契。So, 弟兄姐妹们、朋友们，你有光住在你的生命中吗？你可以这么的宣称吗？接受主耶稣的光来到你的生命中吗？第四方面，我们说神是光，他的真光揭示我们一切的恶事，甚至我们的心怀意念，这可说是毫无躲避的、毫无隐藏的。那真光是要叫我们看见我们的罪恶，坦然的叫我们坦然的认识我们是罪人。第八节这么说，我们若说我们宣称自己没有罪，就是自欺，那真理真光就不在我们里面了。罪使我们远离神，罪的工价乃是死，上帝是圣洁公义的，他必对罪恶施行审判，他必将不相信主耶稣基督的罪人打入永恒的火炉里，那就是永恒的死亡。第九节，使徒约翰说，我们若承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、公义的，他必赦免我们的罪，洁净我们，脱离一切不义。第七节，他儿子耶稣基督的血也洗净我们脱离一切的罪。这是一幅多么美丽的救赎图，我们宣称主耶稣是我们的救主，借着他在十字上
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流的宝血，洁净我们一切不义的罪，叫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恶，我们必定得赦免。这样，我们也就会与神彼此相通。相反的，那些假教徒、假宗教师，他们认为他们是肉体所犯的罪，不是真正的我所做的罪恶，所以他们不需要对肉体所行的罪恶负责任。他们不认清他们的罪恶，甚至忽视一切的罪恶。他们不相信耶稣是神是人，他们不需要向耶稣忏悔他们的罪行，更谈不上要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他们一切的不义。所以他们脱离了与神的相通，仍然活在黑暗中。今日许多人也是如此，他们把他们的罪行归咎于环境、经济能力、自由意志等等，他们仍然的我行我素，终日牵制在撒旦的手中不可自拔。如果这些人可谦卑地来到十字架下，向挂在上面的主耶稣基督虔诚地忏悔并且悔改，主耶稣流的宝血就可以洁净他们一切的罪行，并与他们彼此相同。弟兄姐妹们、朋友们，在第六节我们看到了，我们若说神是光，但我们没有活出光的生命，那我们的宣称是不确实的。在第二节、第八节，我们说我们没有罪，那是自欺。那么我们所做的宣称也是假的。在这里第十节说，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，就是把神当作说谎的。这是多么荒谬的事，那他的道就不存在我们心里面，我们就不能够与神彼此相通。既然神是圣洁公义，他是不会说谎的。使徒约翰直接的反驳当时的谬论，在第二章第一节，他写信给他的孩子，以长辈的身份亲密的称呼神的追从者，是要叫他们不要犯罪。即使他们犯罪，使徒约翰在第二章第二节说，在父面前我们有一位为父者，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，他为我们的罪做了赎罪祭，不仅为我们的罪，更为全人类的罪。因着神的大爱，上帝把他的独生子耶稣作为我们的为我们舍命，在十字架上成为赎罪的羔羊。神这么行，是叫我们知道他是不是说谎的，叫我们认识那些罪恶，让我们能够借着主耶稣宝血洗净，重新得着新生命，让我们在光中行。这就是我们的宣称。那我们来看他们呢，也就是那些假教师、假基督徒们，在第二章四节怎么说？我已经认识他，却不遵守他的命令。这里说真理就不住在他们心中，他们依然的依着他们的自由意志，过着取悦自己的生活。使徒约翰说他们是说谎的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六章
这么的说道：“你们不义的人，不要自欺。不论是行淫的、拜偶像的、奸淫的、青蓝色的、偷窃的、偷窃的、贪心的等等，都不能承受神的国。”保罗更劝勉他们，要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靠着神的灵和全能，洗净我们的罪恶，与公义圣洁的神有相同。所以，弟兄姐妹们、朋友们，你的宣称是这样的吗？是要脱离那罪恶吗？是不再说谎了吗？我们宣称神是爱，我们遵循他的命令，我们爱神的心，就一切的就在我们的心里面，我们照着他所行的也去行，爱和遵守他的命令同间并行，两者不可缺一。弟兄姐妹们、朋友们，使徒约翰和门徒们宣称生命之道，也就是主耶稣基督，是从太初就已经存在，他是神，道成肉身来与我们当中，与我们同在，叫我们知道他是完全的神和人，向我们宣扬他是光，叫我们遵行他的命令而行在光中。你们认识了这样的一位救世主吗？你们的宣称是确实的吗？谢谢你们的收听。